花粉娃娃。喂，你刚才我是谁？我不知。你看像谁？我看不着。你看像谁？我是偷手枪呀，我看不着。啊，那你怎行？我给你知你做过什么代志？这里是哪里？我的头好痛哦。你又是谁？我是个神秘的男巫。你要对我做什么？我要让你回到过去。可是你必须相对的把那个邪恶的老板给做掉。我该怎么做？那就是要看你想办法。今天是几月几号？先生，请问是几月几号？6月14，怪胎。难道真的回到那一天了吗？59号，请进。请问是轮到99号？对，就是你了。那个，这是我的履历。好，不用看一下。那个不用。那你明天要给100万出来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个骗子，叫你的老板给我出啊！可是我们老板他不在。你不讲是不是？那我知道自己去找了。哇！你看看，为何？你为什么骗那么多人钱？就没有。你有？我不敢。你不敢？你别报警！我理你！我别不要报警了。不然你有什么方法吗？我就不敢了，不会再骗别人的钱。你怎么证明？我发誓。发誓怎样？不会再骗别人的钱了，不然就不会生。不会生，好。